大热门就肯定嗰只美丽第一㗎啦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八场赛事三班千二嘅短途赛，一枝独秀大热门七啦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大日呢只好有心得，外边快嘅，但系几个箭步嗰只美丽第一嚟已经抢咗出嚟啦。响佢外边仲有只有红利啦，粉红衫第三位勇敢巨星啊。外边咧仲有只好有心得啦，埋边第五位电源之区啊，第六位就穿甲英啦，再后啲嘅马啦，咁啊先见到咧，咁啊有呢只金晋星啦，正气清区啦，后边四只分别系圣神威、有才有势就蓝衫嘅，尾位置系爆热啊。暂时殿后咧系嗰只剑山峰嚟嘅，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过六百啦，前面咧就系呢只美丽第一就放啦，跟住喺第二位啊系呢只有红利嚟噶，埋边第三咧咁啊仲勇敢巨星，第四位好有心得啊，埋边第五电源之区，第六位橙衫穿甲英开始攞出去啦，后边噶嘛金晋星正气清区，尾四内兰星神威出边咧咁啊蓝衫咧就有才有势，包尾一队就爆热，同埋嗰只咧就系剑山峰啊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美丽第一走唔走得甩咧，见到呢只好有心得一路追跟上，你个势都相当好啊！中间嘅位置仲有电源之区，最出正气清区同埋有才有势，接近终点，好有心得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，美丽第一，第三名正气清区，咁啊至于第四名外边追上嚟咧，就有才有势，临门都赶过咗力弱埋边嗰只电源之区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好有心得，仲是排咗个大外档啊！一样咧就将对手抛到甩晒赢，美丽第一就跑第二，第三名正气清区外边追上嚟系有才有势，一路嘅好有心得啊！临尾就落飞噶，十一倍啊！咁啊，田太安起个孖啦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系七号嘅美丽第一潘顿啊，第三名见到九号正气清区啦，张盈礼，第四咧就六号有才有势啊，潘明辉。都是今晚的 pattern 啊，挨近十倍的马呢啊，特别威水。哎呀，他两只都十倍啊，这只是十一倍乐园飞。好啦，睇下啲预计派彩先啦。跑第一名系一号嘅好有心得，玉赢派111.5，位置派29.5。跑第二名系七号嘅美丽第一，位置派10.5。跑第三名系九号嘅正气清区，位置派26.5。跑第四名咧就系六号嘅有才有势，连人一搭七派118.5。二重彩一号、七号顺序派379元，单啲一号、七号、九号派314元。位置要一搭七派49元，一搭九派148元，七搭九派39.5。咁啊，三重彩一号、七号、九号嘅顺序就派2031元。美丽第一临尾好多飞啊，暂时未第一到啊，18元啊临尾啊，系啦，唉，好有心得，都劲啊，临尾嗰下20几倍落打落去嘅。个 win 同个 Q 都差唔多啊，排赛。因为第二名嗰只真系热得好紧要啊！二重彩楼尾一啲又好分啲，379元。好开心啊！嗰边接到个风景。
咁啊，恭喜晒骑练啦，同埋马主啊！泰安啊，整个马啦已经，今日就报文田泰安，我两位骑师赢咗六场啦。四连环一号、六号、七号、九号派688元。四重彩一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六号顺序派20629元。呢位心又系冇守住个靓位哦、啊。系咯。真係都冇乜問題嘅個位，雖然入咗閘有少少即係扭個計啦，但係出閘順利嘅勇敢巨星，隔離左右啦，翻俾你電源之區啦，出邊有紅利，咁啊美麗第一都係要放㗎啦。大愛當好有心得，咁中間有啲穿甲英，但係穿甲英真係呢啲一年贏一場嘅啫。後邊正氣清區啊，再後邊嗰啲爆熱轉大個彎有少少唔係好順啊。喺曬後邊仲有當然嗰只啊劍山峰啦。步速都夠快㗎啦，你見頭搭尾拉到都好遠㗎啦，隻隻都攝得到嘅。咁你話嗰隻勇敢巨星有啲咩特別犯錯呢？走位其實冇乜嘅，亦都唔係話啲咩搶口啊。咁可能返到嚟隻馬有啲事啊，都未定啦，唔知道啦。咁其他馬就好有心得啦，都算好嘢嘅，咬住個第四返到嚟呢一衝就過啦。正氣清區就 fit 嘅，咁但係次次都係咁囉，即係追唔切囉，佢係會追上嚟嘅啲馬。後面一隻又係啦，有財有勢啊，成日都實湧上嚟嘅。佢而家早段真係比較立啲嘅，有財有勢，加咗眼罩都係咁。係咯。阿成十蚊啊！爆熱嗰啲點啊？又係追嘅啫。係咯。馬房咁有，騎師又有。劍三峰早段落後好遠啊，都係。第八場賽事到福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一搭七派49元，一搭九派148元，七搭九派39.5元。二重彩一号、七号顺序派379元。四连环一号、六号、七号、九号派688元。四重彩一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六号顺序派20629元。孖宝头关十号、尾关一号派2116.5元，头关十号、尾关七号派34.5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3秒25，第段22秒88，末段13秒59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09秒72。